人过后再交给右伟，左边拿下胜利。好，这边兄弟对决来喽，林书豪切入到禁区，朱世轩在前一场比赛也是有双十的表，也是他生涯第一次在 Plus League 得分，篮板上双，林书豪文德掩护，第一次的高中接力，阿里又爆扣了。书豪就是一直进去可以消耗的人是比较多的、啊、书豪这一次切入海底捞月失位啊，那你去协防过多造成说没有人去保护篮板，哇，林书豪前面要面对王玉祥的防守，再交给林书伟，要到少英，林书伟要站上罚球线，这球就是前面悟空没有把球拿好，可能球有点太湿了，所以发生这样子的失误。林书豪没有人对上来，按着一颗三分出招，地板给球，悟空攻击篮筐，裁判响哨。这个球林书豪，林书豪在戴维斯的面前后仰跳投，他今天是不是要拿四？林书伟。掩护后杀入禁区，再交出来，球出到了界外，哇，这边有些危险啊！林书豪跟林书伟同时倒地，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没有办法站起来，尤其是林书豪看起来相当的痛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球，好，要强打这一波，最后三秒钟突破了联盟纪录，上半林书豪手上，国王在下半场第一波的退防上面就有提升了，林书豪的。前场有一个三打二的机会，地板给球，悟空飞身上篮，林书豪的助攻。不过国王在第三节已经拉快他们转换攻击了。这一次后门相当精彩，书豪绕过了温德，又是一个 fail goal， 走到悟空，还是李正儒都守得很错。温德成功开启后，林书伟走左路飞身上篮，这边没人对上来了。那这个国王队最分析的进攻主要的。林书豪的计算加法，哈哈，马上还跟得上国王的小阵容吗？林书豪出手射到半空，右尾的防守都左路切入禁区，小敏的反手打板勾进，小敏今天也有八分进账，50分联盟纪录，场边在凤山巨蛋这一次的罚球。稳稳命中，做一个 crossover， 差点要做 ankle breaker， 这一次犯规是林书豪的犯规。哇！林书豪在退场之前持续鼓励队友，今天的得分记录就停在50分。